普布乐林学习中心，优质的学习中心，然后有贵亚班总干三红执行长，然后多我听啊，执行长在讲，一介下播啊，吼，这种干出的这上的规矩，所以一个人要伫一个社区奉献这么久，做无简单，咱先甲我先来讲咧。我刚刚讲就是普布乐林学习中心，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要得了全国的特优，做无简单。恁算全国第一名，我阿婆，我伫高雄市嘛是拢爱甲最优秀的人学习了，安尼我咧进步会较紧。所以，我家全国拢是乐林中心的主任志工，啊，行政人员个先办。所以，等下大家若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尽量甲咱执行长请教。啊，拄啊，咱做者志工，即马上咱乐林学习中心的志工，然后徛伫门口遐甲咱唱歌。甲咱欢迎，吼，咱是毋是感觉足好了？吼，咱是毋是帮咱声甲伊做好？好，所以今天一个跨年来甲阮欢迎，然后所以阮来甲遮是真足快乐。拄仔讲着咱遮平均七十几岁咯，八十几岁，迄是阮学习的目标啦。吼，未来咱若会当到八十几岁的时阵，乐于学习。然后搁伫咱社区当中，甲咱当作是学生囡仔同款，拢安尼学习吼。我想，虽然是八十几岁嘛，剩咧国校十几岁安尼尔吼，心情甲迄种学习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跟土库这个地方的长者一起来努力学习。今天的这样子有一点成就哦，我要感谢黄天明黄教授黄博士。大家好。假如说是在乐林这个领域的话，应该魏慧娟博士应该认识吧？认识。他就是魏老师的先生。哦。谢谢谢谢。今天可能会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有一个团队？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都支持我们。这个偏乡哦，没有资源，他们是没有酬劳，就一直在给我们这些长辈指导。那今天我们介绍我们南县哦，本来它不是最高的，就讲高的列位。教育部乐龄奉献奖管理组，我们拜托他去领奖。他讲完了，奖品还没有拿到，那些记者就把他夹去了。我们找不到成功了，糟糕了，长辈糟蹋了，太可惜。大家比较拢在搞我，恭喜安哥。那到十八岁，还阁很严，然后说我们身体还阁较好，还阁有光辉，还阁有出盈利啊！这点我真感谢师父哦。阿姨呢，都较会的，都比较好。谢谢。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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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去高等会了，我是江丽，班会啊。现在马上高涨了呀！